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呢教大家怎么样破解这个 car parking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正反的移除、解除安装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打开浏览器，我们这里搜寻7723游戏盒，我们直接下载下来。OK， 然后打开档案之后安装起来，点击安装。接着呢，我们在这里呢搜寻这个破解版的 car parking， 你就选择第二个总动停车场。这个呢是包含大量的货币的。OK， 那再来是安装我们的软体，也就可以把它打开来了。有没有看到5000万跟43000元的金币耶？来，我还没有买过东西耶，我们试试看安全帽，它不会扣耶，它直接这样买下去了。破解版就是不一样啊，面具看看，直接戴在里面。我看一下，我换成别的衣服要换什么？换这个手套、背包。要什么就直接买下去，而且还不会扣，裤子也有。我回到上页，我看一下车子呢，车子可以买吗？按喇叭，所以我的新车直接变0元了。哎呀，超帅的，直接该买下去了啊！连钱都没有扣就直接买到了，不会太爽了一点？按改什么颜色吗？红色就很好看啊，这个当然是用最好的啦。看一下 V16 都出现了 ，HP 加5，第一次体会到买东西不看价格啊，直接给它买下去了，买，我这些都敢买下来好了。这个其实没什么感觉。好，我们的比重是啊，是权重还是哪里？它、好像是重心吧？我们重心我放在中间好了。来，开始，我们回到我们的单人模式，直接开始吧。可以看到我的那按键的设置都设置好，我是用模拟器玩的，大家可以下载雷电模拟器。哇，这加速很快耶！等一下，我先把设置改一下，画质用最高，电脑版就是画质可以很好。然后这里改成箭头，就可以用方向键来控制。哦喂，如果家里有那种手把或是用那个方向盘的话，也是可以来玩一下。哇，打滑了。糟糕！那我先后退一下哦，我的引擎都撞坏了啦！呜呼，超快哇，超棒的！破解版直接购买柯尼塞克，哇，哈哈，蛇形，好险没有玩家在这上面哦。看最快可以到多少？呜呼，180了，哇，200。哇，接近快300了！哦哦哦哦哦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跃！好，我们直接到线上好了。对方到线上嘛，我看看，哎、有哎、居然还有两个玩家耶！破解版还有两个玩家，这算私服吧？我不确定哦。哇，进去看看，我怎么没有看到玩家啊？感觉是可以跟别人一起玩啊。只是有可能是因为私服的关系，玩家有点少。哦，地上这什么是小鸟的影子啊？哇，超棒的！好啦，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慢慢的赚钱呐。这种破解的呢，就是可以抢先看一下这个引擎跟试车啦。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。那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呢，帮我按个赞。然后如果还没有去下载这个游戏呢，欢迎去下载一下。那我们线上见喽，拜拜。无论车多棒，可以的模仿只会换的方向。我出的平常，经营的形象，黑的非常不当。我天赋怎么个特殊？记录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录了艺术的天赋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得很准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别人废他玩的真，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换3个粉。